牛蔡依林终于营业了，是她出席活动半透明的裤装，整个好辣。心要爱心吗？好，要脸颊的还是手部的？好，还是腿部的？腿部的它也可以哦，脚趾头的也可以、哦。九样好，九样好的定义是谦卑，我会醉还是就是我喜欢呼朋引伴的喝，这样。是喜欢微醺还是喜欢喝到吗？我觉得如果是百富的威士忌的话，应该是会喝到，喝到，对，就是。喝醉会做出比较大的难以想象事吗？我喝醉的时候，我音量会非常大声，肺活量也会暴增。感觉喝醉根本就是个小可爱嘛，但被问到新专辑的部分，这个回答让现场的大家都惊呼。不会说现在在黑暗期，对，但也没有看到曙光。啊、所以现在进度大概多少？靠近哪一条路？上面是山路上，差不多一半了。回家的路上。距离门口近吗？我现在。有，哎，我七八首歌，七八首歌，对，但对没歌词，所以就一直没走进去录，对，还没听不到。你们先出演奏专辑，用哼的，用演奏专辑。台湾有没有巡演的计划？公司有在安排，然后也要确认所有工作人员的时间，所以，是。有计划的，听完大家可以放心了吧？九零姐姐要开始上班喽。